Hello everyone, this is your host Annie.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un Share ABC. In today's program, I will share with you something fun and inspiring about Zootopia, an animation produced by Disney Studio. 好的，今天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月初上映的动画片《动物方程式》。Zootopia is the name of the movie.And this word i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words, zoo and utopia. 大家有发现这个片名的有趣之处吗？没错，它是由两个字合并在一起的。Zoo, 动物园和 utopia, 乌托邦，也就是理想中所有的人都能安居乐业、互相帮助的完美社会。因此，即使你可能还没看这部片，你也可以合理的推测 Zootopia 应该就是一部关于动物乌托邦社会的动画片吧。 It seems right, but actually the movie is much more than that. 到底片中还有什么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将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来看看这个片名的造字方式。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借由电影的主题延伸跟大家分享两句英文佳句。第三个部分，我们也是从主题延伸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英文歌曲。好，在我们谈电影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再看看这个片名的造字方式。刚刚提到这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在英文里面其实有其他类似像这样造字所延伸出来的字，比如说 jeggings 就是从 jeans 牛仔裤和 leggings 紧身裤结合而成，所以 jeggings 就是看起来像牛仔裤的紧身裤。 So if you say I want to buy a pair of jeggings， 意思就是我想要买一件类似牛仔裤的紧身裤。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例子是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比较常在商业界看到，这个字叫竞合，也就是竞争合作的意思，既竞争又合作。这是由 cooperation 合作和 competition 竞争结合而成的字。大家可以发现这些字都是结合两个字的声音和意义创造出一个新的字。英文当中还有其他例子，比如说 smog 就是结合 smoke 烟和 fog 雾所形成的字，也就是烟雾 smog。 大家可以开始注意身边当中的单字，看有没有一些单字是结合两个字的声音和意义所创造出来的新字。第二个部分，节目将会跟大家分享 Zootopia 的主题。 Zootopia 当中有两个主角，一只叫 Judy Hopps， 另外一只叫 Nick Wilde。 其实从他们的名字当中、姓氏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端倪。比如说 Judy Hopps， 这个 Hop 这个姓氏 Hop 有跳跃的意思。那什么动物很擅长跳跃呢？没错，就是小兔子。因此 Judy Hopps 就是片子当中的那只小兔子。那 Nick Wilde 这个 Wilde 姓氏有野生的、野性的或是未被驯服的这样的意思，因此 Nick Wilde 这只片中的狐狸，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同层次的呈现。片中有许多不同的主题，那其中一个我最爱的主题叫 Believe in Yourself。 Judy Hopps 在片中她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名警官，但是因为从来没有一只兔子成功的成为警官，甚至也没有兔子真的想成为一名警察，因此大家都不停地劝阻 Judy Hopps， 觉得当警察实在太危险了。但是 Judy Hopps chooses to believe in herselfShe keeps telling herself that she want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她不仅相信自己，也不停地提醒自己，她
他想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这个让我想到几句很棒的英文佳句。第一句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也就是成为你自己想在世界上看到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应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然后再慢慢推己及人，开始改变周遭，改变世界。第二句话的灵感其实也是来自我们的主角 Judy Hopps， 因为她想当警官，而且别人又一直讲丧气的话、泄气的话，觉得她不会成功，但是 Judy 从来不理会别人的丧气话。相反的，他努力地接受训练，努力地让自己成为适合当警官的人才。他认为有梦想就要努力去达成。那这样子的精神让我想到的佳句是 No one can have a reputation for what he or she is going to do. No one can have a reputation for what he or she is going to do.这个话，这句话中文意思是，没有人能够因为自己即将要去做的事而获得名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名声，我们就必须要去把它实践出来，不能光说不练。在这句话当中， reputation 就是名声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说 somebody has a reputation f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因为什么而获得名声。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第二句佳句，每当我自己有什么想法，想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 I will not have a reputation for what I'm going to do. So if I want to make it happen, I need to take action and make it come true. 也就是这句话，其实我常拿来激励自己，如果想要什么事情成真，我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不能只是光在心中想而已。好，那以上这两个佳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一句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第二句是 No one can have a reputation for what he or she is going to do. 节目的第三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合唱曲。在这个Zootopia当中，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勇于追梦，这样子的地方让我联想到一首叫 I Have a Dream 的歌曲。但这个不是小康尼或西城男孩唱的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I Have a Dream， 而是啊由 Mary Donnelly 作词作曲的一首合唱曲。这首合唱曲总共有七段，那今天只跟大家分享两段歌词，并跟大家聊聊歌词当中的单字。这首歌是这样子的 I have a dream for all humanity That we may know truth and dignity That peace on earth becomes realityAnd that one day we'll stand arm in arm, hand in hand. Yes, I have a dream. A dream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hat peace, hope, and freedom shall ring. Yes, I have a dream.Yes, I have a dream. 没错，这首歌词里面提到的其实就是他有一个梦想，那所有的人类都能享有和平、希望以及自由，这样的美好社会需要大家一同努力打造。即使是像 Zootopia Where Anybody Can Be Anything 这样的地方，都仍然需要 Judy Hopps 这样的小兔子去让世界更美好。我们的世界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小改变做起，慢慢的去影响周遭，影响旁边的人，而进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希望大家能开始去注意生活周遭的单字，去学习英文，也发现学习英文的乐趣。
Okay, hope you will turn into Funch ABC. See you!